是顺子，好久不见，我在法国南部 Antibes 跟大家问候。那么今年在法国疫情期间，我花了很多时间陪伴家人，陪伴我两只狗狗和猫猫，然后陪伴我的钢琴，写了一大堆新歌，非常期待可以把我的新的音乐跟大家分享。那么今年我也很高兴加入了 Impulse Creatives 这个艺术家的大家庭，然后11月25号我会做我的第一个直播现场 live streaming 在 twitch.tv 的 Close Encounter Series， 那么我自己的个人 YouTube channel 也可以看得到，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参加11月25号跟我分享音乐，一起唱歌，一起玩耍。 See you， 不见不散。